所以他现在留下来，因为那时候政府来过，我那时候还没进入保护区，我那时候是挖到的。那这几年其实国立海岸他后来也转型，也开始参与一些特色的生活中，所以他们也，你们做完饭都可以到后面看一下，他有一个那个绿手指的吴继林老师做了一个。其实我刚才想说，我们都还没有跟那个先生，没有那个青年队长。对啊，哦，啊，所以吼、哦，用的时阵，今日大家可能时间上、多啊上吼，较匆忙，所以迄款迄个较无迄闲情逸致，较无罗曼蒂克的。啊，暗时来的时阵看，都是遐尼水，这所在都是遐尼水。外国啊来的时阵嘛讲水，哎，因讲水的时阵，无用，唔是讲台语，伊是用地精头啊，哦，好，啊，嘿，来。超过迄个会过，好赞啊！超好吃的，不吃会后悔。对，听到用大锅呀，你我俩好两个。不不不，老师你先说。好啊。认真啊，哪一个在讲哦？他们在地的用那个可可的。对啊，对啊。各位，我们先停。你在咧抓鱼啊？但是即马这大部分，你看这竹板用的所停的啊吼。台湾岛的，阮的蚵仔大部分拢哦，食过咱云观的海水客。哇，一斤，你若要讲起来，几点钟啦吼？啊，所以无法度。但是咱看见是同款对待世，同款对咱云林县的海岸，爱有这种信心，所以这是活力的海岸。